欢迎收看《时尚玩家》热血四十八小时。本周的主题就是热血三星号，大英雄超级电力师。自己玩也可以玩得很那个刺激耶，真的，手机先交出来，干嘛？手机交出来啊！为什么要把我的鸡收走？因为你要拆评分数啊！啊，不是，哦是哦，怕作弊啦。开心号是这个意思啊。哦，也曾经有那个拆 Google 评分的，对对对对对。那这次官网评美食，然后这次难度有提高哦。怎么样？变成3.8到4.6中间。哦，这种中间最难猜哎。哦，这个 range 很宽哎。之前都是顶多五个 range 嘛，那猜中会有什么奖奖？1000块的奖金。哦，有吗？要猜中的奖金。他刚刚有一个副标，副标是写什么？高雄超惊艳美食。惊艳哦，惊艳，那代表这一次也不是只是传统店，比较有新的，有新奇的那种感觉。然后为了钱，我们要拼搏一次。没错，而且我们最近也比较少来高雄，真的，好好来高雄走跳一下哈。那我们就那是一只狗 ，Let's go。煎蛋黄，蛋黄啊，三三，好像在吃蛋黄酥，真的呢，哦，整个哎，蛋饼饭，哇，我真觉得很厉害嘞，姑妈的感觉，嗯，高雄是高雄蛋饼蛋饭，好爽哦，对，高雄蛋包饭的首选店家，哇，这台湾才看到了，嗯，光味道。这家它原本是相馆，一进来就有一个甜点的香，我们一家人，好好吃哦，好吃到这好强哎，大开朗哎，真飘啊，真的飘哎，它里面没有柱子哎，甜点，好好吃，对啊，嗯，第一点烧脆，烧鹅，它是有豹纹的哦，太平。整碗那种鹅汤汁锁在里面了，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看，现在要吃的是918无名蛋饼饭。是哦，蛋饼饭哦，关键字有。饭团、糯米、面糊、烧肉，这个听起来这四个蛮不相关的。对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优点，这是传统的粉浆蛋饼，然后它就把它煎得脆脆，但里面有加上粒粒分明的糯米饭。哎，粉浆的，粉浆它就可以煎的，煎得脆脆的，立体的啦，或这样子，对对对，像可丽饼那种，哎，有一些些，有一些些香，但也有负评。负评是吗？餐点普通，不知道为什么我内用还要外带盒装，一个很环保的人。这个是见仁见智，我们来看看实际到底是如何。而且因为今天其实因为有点下雨，不然的话听说平常都会这样排大排长龙。哇，今天下雨人就比较少。哎，哎，老板娘你好，你好，哇塞，这应该是两代，应该是母子啊。对对，眼睛好像。那先问第一个问题啊，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头发是在哪里染？哦，是自然的，帅哦！现在最流行的银河灰，我们该快30年了。哦，我们做了快30年了，从路边摊做到有店面这样。哇塞！阿斗请妈妈先开始做了呀。粉浆做的那个，对，跟那个糯米饭这样子，然后口感比较好，是口感比较好。所以饭也是后来才开始，没有没有，饭是妈妈发明的。就让大家为了要饱足感，相信对啊，而且你看它口味真的超级爆多，哎，它就是很经典的那种台湾的早餐店。我们一定从外地来的，一定要吃这种比较特别的。对，对，蛋饼饭。哦，那个皮一定很好吃，期待。对，哎呦，哎呦。对，这个那个烤面，锅巴的感觉。这边是泡菜起司，然后这边是烧肉的。是是。那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哎。对啊。4.8。来，好，你就用4.8。来，不行不行不行。
比较血，好不好？你对他有信心。烧肉的先吃。你看那个。有，他有饭。哎，好像用这种糯米，感觉它比较能够粘在上面哈，发布在上面。它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真的原本觉得它更接近可能饭团的样子。对。嗯，我本来觉得说粉浆它可能会比较炸，但是它还有那个 Q 度哎。哦，它是 Q 的吗 ？Q 的，哎呀 ，Q 的那个嚼劲会好像是跟那个糯米，它两个重叠在一起，所以它的 Q 劲变加倍，然后因为它的烧肉也腌制的非常非常香，应该是自己有去腌的，整个吃起来之后，它就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那种感觉，越嚼越香哎。哇，对啊。嗯，没有笨，还是高雄其实超会用粉浆蛋饼皮的，只有在表面是那微微酥，但是中间超级 Q， 可是你下一秒你又咬到它那个糯米啊，接触到那个铁板，真的瞬间变成石锅拌饭的锅巴，外面恰恰中间带有粘性，哇，那个饼皮这样配起来好好吃哦，这个一个人吃会感觉会饱，我觉得会。对，很好吃哎，咬到里面就会有那个，真的是粒粒分明，一粒一粒的那个有带 Q 的那个糯米，糯米本身的甜味跟那个腌过的那个烧肉很搭，很像吃到很好吃的香肠啊，蜜汁香肠，有点蜜汁的那个香肠味道。那个刚刚有个副品说什么？哦，别人有什么？他不懂吃啦。对，真的，泡菜，泡菜，而且泡菜的加好多，很怕你没不知道它是泡菜的那种。你这样吃像吃握寿司，嗯，它真的有点像韩式的，比较酸辣，然后甚至它会带一点咸度，嗯，但是因为它加了 cheese 之后，它反而把那个蛋跟 cheese 那个香味跟奶香给拉了出来，它那个层次感比较厚，那个香味会非常非常明显，它完全吃起来会有一种泡菜拌团概念。刚刚就已经觉得那个饭的口感很像石锅拌饭，对，这样就算是超韩式石锅拌饭。不过为什么那个皮，它在这里面的 Q 感变得好明显，可是因为它表层又有那种油香，然后恰恰的那个款，所以有一点像港式萝卜糕，嗯，跟这个配起来好搭，我好像更喜欢这个哎。然后它的辣度跟它的那个脆口感，会让这整个吃起来的层次是这样子层层叠叠的，蛋饼版的千层蛋糕的感觉。我还蛮建议早上的时候吃这个，因为它有点酸甜，有点开胃。对。那个泡菜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味道，有水分，好像很适合配那种白饭类的东西。我更喜欢这个，要不要加点？哦，粉浆好好吃哦。这不能用 Google 评分来制约，要来思考一下下。还要3.8到4.6之间啦。但不觉得南部很难猜吗？我觉得会中。来，一二三，4.1。给到4.4哦，我觉得它太好吃到，就是感觉是在地人会自己品。但你刚刚有讲说南部人比较不上 Google 评论，对，是不是？都是观光客，完全展露他的个性，自我矛盾。想谈恋爱又说哦，我现在又过得很好，然后又不断的问月老，月老都烦。我心目中是更高分的，对。但是想一下，就是可能很多观光客啊，到底是几颗星啊？4.1。很准，完全啊！不是每一次出这个单元，我就是猜不中哎。好准，这猜中的感觉很爽，而且这次更难。对，根本不会猜，就范围更大。我们要吃湾仔章鱼烧，章鱼烧，对，哎，比较特别，但是关键很奇怪，墨鱼白酱松露明太子，对，好，我看一下有什么评论，哦，文清风的章鱼烧，哎呦，单价比传统的章鱼烧贵一点点，但用料很实在，哦，他说很好吃，鲜蛋黄，章鱼烧跟那个面糊融在一起很好吃，副品有哪些？偏贵。服务态度，因为人太多的关系，等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很好奇，很多口味，真的很文青，好可爱，好可爱哦。哎，这个应该看到就会觉得不错啊。对啊，这种应该大家会很喜欢拍照，所以评论就会多。有人说它是全台最美章鱼烧，对，真的，它好像咖啡厅，你看它的章鱼烧是黑色的，这个是就是墨鱼的吧，老板。
老板，你好，可以过来一下吗？没问题。你们开多久？我看那个评论应该有4到5、4年吧。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是做很一般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很一般的章鱼烧。最早是餐车起家的，从餐车然后跑一些大街小巷这样，开始跑市集，然后有一些市集限定，有一些像比较法式的一些酱料这样。上一波最夯的就是香菜猪血糕章鱼烧，猪血糕。很多客人经过，他就说他又看了一下，吃完又回来再买。哦，他就觉得好吃啊，很特别。对。那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蛋黄或咸蛋黄？咸蛋黄就是我们去年在中秋节的时候推出的。是。每年中秋节都会有的意思。对，那有常青树款吗？双价，我们是做明太子跟松露。哦，这个很强哎。那刚刚就讲到这是三种口味，叫特别的，都帮我们准备。很香，很大片的，它其实就是你会觉得它的鲜味很满，很厉害，匹配到又可以直接，好像在猫饭的首选店家，哇，这台湾超看到了，光味道，骨科型，这件它原本是相馆，你进来就有一个甜点的香，好像家人，好吃哦，好吃到我们，这好强哎，没办法拍浪哎，哦，知道，好吃到我们，这好强哎，没办法拍浪哎，哦，很鲜的，超好吃的，还有那个高丽菜的点，对，然后沾雨也是切很大片的，对，鲜味甜味直接冲上来，哎，我的是松露，松露白酱，松露白酱，没有吃过白酱配章鱼烧，哇，知道，好吃到我们，这好强哎，没办法拍浪
带有一点海味，吃起来完全不会觉得奇怪。这好特别，这好适合中秋节哦。嗯，老板说它上面是烤肉酱，还不一样的酱，难怪我一直觉得有中秋节感。是哦，不然你是会觉得真的很像蛋黄酥或月饼，因为它里面那个蛋黄你知道这样沙的质感。对，它会那种类似红豆沙、绿豆沙的那种口感，比较绵的感觉。嗯，其实很魔性，酥雪糕，雪糕的感觉，来，里面完全实心的耶，感觉是 QQ 的，像我们吃那种紫米丸子哦。因为咬在里面，它猪血糕本身很扎实，但是它是带 Q 的。紫米珍珠丸吗？对对对对对，咬起来的口感是那样，可是它调味完全就是那种烤的那种猪血糕刷酱过后的猪血糕的那个香味，这好好吃哦！吃一吃会有咸酥鸡的味道，这个已经超越章鱼烧了，它是一个新的料理耶。好好吃哦，又好吃哦，非常棒。它你看到它的湿润度非常非常的高，它
跟面糊合在一起怎么会这么搭？对，很像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那种。而且它是像 Q 感或者像软糯感更明显的。对，在这个里面，好像最喜欢我觉得真的。对，你可以接受。这个超好吃的，这个我觉得外国人完全可以哎。一般的那个章鱼烧上面的海胆粉换香菜也感觉不错。哦，好像还不错。对对，柴鱼换香菜，很搭哎。对啊，香菜好好吃哎。哎，这个好强，我应该都会给到4.8、4.9。我也会给到4。5颗星都不为过，这个我觉得不好猜，因为这评分要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之前都是停车有没有停车场也是一个关键。一二三。3、4、5，朵拉已经基本上给到这次的快要满分了，因为真的很好吃哎，是真的很好吃，而且因为它够特别，然后你也觉得很多人会打卡。1、2、3，你看，哇，你好厉害啊，好准哦，来来来，你怎样？你的了解了哎。朵拉又再度离最远了，但你已经接近了，但是离最远，就代表你的那个思考逻辑是对的吧？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这三个分数都算给低分，对，连两胜哦，超强的，很准。我发现朵拉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你人太好，对你通常都是给太高，对，不要相信人，不要相信人，你已经远离人群了。你要想看那么多酸民，丰田现在超准的。准确，完全就是网友。你是酸民，那是称赞的话吗？网友心态，对网友心态，遇到一些过分的地去咖啡厅，哇，就我们身后的这个很可爱的咖啡厅，很美耶。对啊，但也有卖咸食了，你看蛋包饭哦，还有呢牛肝菌啊，黑松露啊，蛋包排，蛋包饭汉堡排感觉是日系的。好评有什么？高雄蛋包饭的首选店家，他有做很多口味可以自己挑选，然后每一份都有专人桌边切蛋淋酱，然后另外一个是老板很多梗。店内到处都有让人会心一笑，讲笑话服务，老板会讲笑话是不是？然后有副品啊，咖喱饭可以淋一半就好，剩下让我自己加，不然我饭再不带到咖喱有点干。他想要酱另外放啊。嗯哦，但其实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你看它的窗户，它有点复古的哈，哦，像英国的咖啡厅，对，哇，好漂亮，哎，你看，漂亮吗？空间蛮大的。哦，我懂他们为什么说老板小巧思了，嗯，就他的话其实都有给那种地域，对，然后老板好像也有收集一些玩具，好漂亮哦，哎，丰田今天好适合在这里拍照，对啊，哎，你好，店长吗？你好，你们这间店开多久的时间了？十年了，所以一开始就是比较是这一种，你知道吗？复古的风格，但是之前有改装，我在6年前。他们一开始就是有在卖那个日式的那种蛋包饭嘛。老板去京都，对，他去吃蛋包饭，嗯，他是切了蛋包饭，他觉得很酷，因为台湾完全没有就是这种形式，他决定他要开一间就是卖那种蛋包饭。还有吗？还有？还有推荐什么？有甜点，就是法式吐司，然后那个吐司要去浸泡的调制的蛋液，大概6个小时。哎，泡了这么久，不会烂掉哦？不会，哇，那个面包是有挑过，所以它不会烂掉。真的，哇，好特别哦！哇，这里其实比我想象中会更大一些。这个很酷，这个有一点没有在小包间、仓库里面，仓库小包间的感觉。哎，外面也好大，这里真的很棒耶！室外的，它秋冬的房间就很拍，暖色的房间，这个灯开下去。这个很美，这空间不错，嗯。来，有个意式，对不对？对。哇！哇！
超好吃哦。哇，所以它切开就有点像欧姆蛋的那种感觉。对对，它就是欧姆蛋，然后就是把它散开的。哦。日本应该算是，这算是很经典的，这台湾才有看到了，一定没吃过，你赶快吃，赶快吃。它里面是有点类似炒饭吗？不是红的。对。哇塞，好好吃哦！它会有一种湿润，跟它的酱汁会两个 mix 在一起，很像是那个蛋直接去包在它的那个酱里面。那它的酱，我觉得调的就是一种浓汤，菌菇的那一种汤，然后加黑松露的感觉。饭有炒过，饭是用什么煮的？巴里毛炒洋葱，对，然后跟一些碎肉，但是它主要那个口味是松露酱油。松露酱油，所以它整个整体感就变得是很一致。对，哇，好好吃哦，好开心吗？那好开心，我就开心了。里面的饭用这种方式处理是完全答对了，变得很成熟，而且真的是比较粒粒分明的。对对，真的是。你像单吃的时候会觉得，你像日本的那种炊饭吗？炊饭，对，炊饭。欧姆蛋的内层，它是超乎你想象的柔软。对，真的几乎是像酱汁一样，那个蛋液很像瞬间跟它的酱料融在一起。它会变得很像是有松露味跟菌菇味融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香气有好几层的一个蛋包饭。这个光味道，五颗星。对，可是可能要等30分钟。OK OK OK， 我等，这完全可以等吧。按宝牌，按宝牌，哎，还用那个水波蛋，水波蛋。啊，它这样做很像溏心蛋的。对，有点溏心蛋那种概念。重点是味道。对。完全猪肉的汉堡排。它像咖喱用这样另外的汉堡排的搭配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因为汉堡排的煎的味道会跟咖喱的味道不会是单纯融在一起，它们是两个变得有点分层次，就是你咖喱香味增添了汉堡排煎过的那个香气，让这个咖喱的味道变得更浓郁，味道算是很丰富的，有没有？哦，超级香，你喜欢的那种，哦。我以为是它的主角就是那个汉堡排，对，没有，它那个咖喱酱也，咖喱酱也是有一个，它有个香料香，很独特的香料香在外面，非常惊艳。然后它的汉堡排也超级好吃，那个只有用猪肉，咬下去都是那种猪肉的甜，对，跟那个汤的那个肉的弹性，吃起来很温和，很舒服。嗯，大师厨师，再来再来，是吃甜点的部分。这个烤盘非常烫。是有炸过吗？没有，它就是一直烤，对，一直煎，然后煎完之后它就烤，所以它上面就会感觉有点脆皮脆皮。哇，好酷哦！但是它里面很柔软。来切开一下哈，让大家看一下。它里面好像蛋糕，像古早味蛋糕哎，它里面是蓬松的，哇，蛋好香好香，蛋是好香，超香的。里面根本是舒芙蕾，哦，真的这么软，烤不软那种。你就想舒芙蕾外面烤很焦脆，那一层对不对？然后它的蛋的那个香味真的是整个炸出来的那种感觉，哇！哇，里面这样看好像蒸蛋哦。哦，而且外面那个煎到恰恰的，对，很香。我觉得它是用那种大量的奶油，对，因为奶油被煎过会有一层膜，对，那个煎过之后那个奶香超级明显。真的超好吃，如果是惊艳程度啊，那真的是，哇，它里面那个蛋味的浓郁程度，就像我们吃那种很古早味的日式布丁，绵密的那一种蛋味，然后配外面那个皮，外面的皮它那个酥脆感，甚至到有一点微微像可颂最外面，有，因为它有很浓的奶油香，这个超好吃哎，超级好吃，这不得了，那个应该不能外带，要现场吃。哎呀，这个又加分了，怎么办？哎，这个好难，猜分，这太难了啦！这应该就是4.6了吧？好，来，一二三，10.4、10.5、10.6，哦，又来，对，味道还有那个环境，整个没得挑剔，环境都是哇，一直加分，一直加分，真的。到底是几颗星呢？一二三，4.2，怎么可能？不可能，生意越来越好，然后又一个人的厨房，等待时间会比较长。对，我觉得它绝对不止4.2，你们全部都给我来吃看看。
再见呢，再见，是不是？很 Q。目前胜率你是全胜两胜，两胜，因为有一个我们都没猜到，零胜，对，胜，难怪你是胜女。班内，下一家是三下全开。下全哪字真开？这家它原本是相馆，然后啊，它把它改成咖啡厅，但是它还是有维持就是拍照的这件事情，还是在里面拍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关键字，有复古照相馆、七风美酒底片。来看一下它的赠品哈，老相馆改成的咖啡厅，然后可以拍证件照跟冲底片，也是有复评，蛋糕不能抵低消，因为刚刚看它低消是一杯饮料，它最后还是写推荐你来拍。真的是，所以代表他是觉得是很适合拍照的啦，很复古啦，对，好可爱哦，他把它改这样超 Q， 大家都坐这边拍，就不用付钱了，真飘啊，真的飘哎，它里面那个柱子哎，甜点，好好吃啊，嗯。烧鹅，它是有霸纹的哦。差评，它像把整碗那种鹅汤汁锁在里面。真的假的？我被他们叫回。这种老门吗？对，窗花这种是以前阿嬷家会有的那种。一进来就有一个甜点的香。哦，蛋糕。你好，老板，你好，你好。好可爱哟。你是夫妻吗？不是，算是暧昧，还没确认关系。抓到了。先工作。你会不会在期待这一刻？还好。以前就是照片馆嘛，以前是照相馆，后来就是想说蛋糕可以比较能够吸引大家。对啊，对啊。他说刚好他也想，你也想做这个，对啊。哦，推荐你哪几款蛋糕？卤肉蛋糕。那你本身就是做这个烘焙的吗？对。哎，这个东西是让大家在是让大家玩吗？还是？对，那都是拍碗的。拍碗这是傻瓜相机。对，他这是空间利用达人。对啊。原本这样就可以了，可以吗？可以，难度很。你要正常的那一种哦。一，要很正经照的脸。看我们好像一家人。很可爱耶。很可爱。而且比较精致的，而且他们口味也很特别，像前面这个啊，它是红乌龙烤地瓜乳酪，很酷。他们不是真的随便弄，他们真的弄得很用心。然后呢，像这个就是蛮特别，它就是有加酒，它是加美酒，它是美酒旺来绿葡萄戚风，然后这个是蜜桃泡芙，而且你看连你那个茶。通通的很漂亮，是蛮讲究，有点日式的那种风格。不是先从戚风开始，好啊，味道比较，我觉得很像我们这传统水果蛋糕，凤梨是有点像腌凤梨哦，烧的你会觉得瞬间很古早味。可是它的奶油一样是做的非常轻盈的那一种，可是一吃你会发现非常明显，它的主角其实是它的水果跟蛋糕体，甚至像果酱那样。我觉得它的美酒有点像只是帮它加一个香气，你直接吃奶油，美酒很明显。是美酒哎，你同时吃就可能整个融在里面。对，你吃奶油的时候，它是奶油本身是美酒在里面。对，因为它有点带酸，会有类似有点梅子醋的那种。对，这好好吃哦。一起吃的时候，它就变融合度非常的高，但它的那个戚风的蛋糕体呢，对，是非常的湿润的。然后但确实还有一点蓬松感。对，来吃一下它的水蜜桃泡芙。泡芙的皮也超好吃的，真的吗？像是我们吃那种菠萝泡芙，就是它外面还有一层很浓郁的奶油香的脆皮的感觉，可是它完全不会去盖掉它中间那个水蜜桃本身的清甜，好好吃哦。增加那个水蜜桃，它的那个水分真的是它的香气，它的奶油本身的牛奶香也蛮明显，然后它的那个派的部分也是有一个奶油香，搭在一起舒服，好好吃，收尾很舒服，红乌龙烤地瓜乳酪。它等于是把下面我们通常会放消化饼的那个位置，对，改成地瓜泥。上面不知道是不是它加了红乌龙跟地瓜的关系，它这个帮它添加了非常多的香味，
反而其实像是把它们包在一起，加上它上面，其实它上面感觉像装饰的那种核桃，烤到有一点带了一点焦香，跟地瓜泥有够搭的。然后一定要跟我觉得上面的核桃一起，这样子。好。嗯。嘴巴里面咬下去的时候会有那个时间差，第一个来的是什么红茶的香啊，然后咬一咬就会有那个乳酪的香，或者是那个地瓜的那个甜味都慢慢跑出来，它都有一个层次，这个一定要慢慢品尝。对，好好吃，而且它地瓜是那种蜜地瓜那个味道，你单吃的时候是蜜地瓜，好吃到我们这好强哎，没办法拍浪哎，怎么会没有超过4.6？找不到缺点哎。对啊，我觉得我会答对。哇，好想中哦！一二三，你看我跟我两个是一样的。对啊，这个流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特地过来。对啊，一二三，4点，四点又中了！你他真的是背离耶！哎，包姐好强啊！你们之前都说，我人太好，给太高。我不懂大家，稳轻的，没有一个不好。其实4.6，我们都觉得真心觉得给低了。我原本真的想写4.6，想说这个字一定是很高，但是我后来想说不行，他说我就是人太好。然后我接下来我还觉得我自己很聪明，想到不对，都是来社区型的，阿姨叔叔可能吃不懂。但社区型根本不会留。都是那种做那种酱品，有没有？通常是模型才会长这样哎，叉烧很扎实。是，西多士是芝士奶盖阿华田西多士，哎呦，感觉蛮特别的，没有负评。餐点是美味的哈，唯一的缺点他就给了他一颗星，你看看是什么呢？就是人力严重不足，只要再多一点人就完美，但他给一颗星。但这是4年前了哦，我们看一下4年后有没有差别。现在不是他们的餐期啦。啊，这种真的很香港的各种那种牛排啊，有很港，很港，就是真的很像那边的一些那种茶餐厅。等一下，它里面没有柱子哎，没有哎，真飘哎，所以那个面是干的，所以硬硬的。对，而且你看到它那个油油亮亮，是不是真的很像样品？对啊，很像，每道像样品，都可以吃，这整个都可以吃。因为有的人喜欢吃上面这种脆脆的啊，但通常它会拌一下。对，这样子爽哦，爽哦，哇塞，大厨来了，哦。烧烧烧会点我，就会这样点我，然后慢慢让它烧，要烧一下下，让它味道是烧香气出来。哦，那这个是拌起来这样是对的哈。对，好，那拌上去。太好了，我们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出错。对对对，火好大哎。哦，顺便加热一下。不要。哎，来，面，面，等一下试。哎。嗯，好好吃哦，放那个面，其实那个酱汁外面是有那个。湿润的口感，但是里面还是保留一点那个像面心一样，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嗯，我好喜欢它的口感，很像拉面都，我都点那种极硬生面，再高阶的。对，广口这样子感觉真的很厉害哎，很好吃。对，4.6。哇，它的甜味真的很舒服，它是那种有点像淡淡的酱油蚝油的甜，是蚝油的香，对。然后你又觉得它很像配了一点那种有海鲜鲜味的高汤一起去熬的那个，然后它的勾芡你又不会勾到真的有一坨在那里，是它就是非常刚好，所以你可以咬得到脆的口感，但它你就会觉得面都完整的吸到它那个酱汁。
真的非常港味。哦，那个叉烧好厚哦。应该这个感觉，这个应该是蜜汁的感觉。它会不会厚？但是它还是很嫩。我最喜欢的勾芡大概就是这样的程度。你觉得它浓，但是不会硌在嘴里的。对，适中。来，干炒牛河。干炒牛河，这个也是经典的一道料理。对。来，再听吗？通常我是比较喜欢吃广炒的，但是这个干炒牛河现在是我第一名。锅气非常之足，跟我很介意那个干炒牛河有没有把那个韭黄的香气炒进去，它有一点就是那个焦香味很明显很明显，它的那个牛河非常的 Q， 但是肉又给你维持在很嫩，但是你不觉得它是裹了一大块粉在外面的那一种感觉，超好吃的，这个很好吃耶，就像朵拉说的那个锅气，嗯，我没吃过锅气这么明显的，嗯，你看那个厨师，等一下是注意，他的眉毛可能都非常，要烧掉，因为他们都为了研究那个锅气。叉烧，它叫火云掌销魂叉烧。对，我们刚刚感受到那火云掌，喜欢吗？嗯，太好了。他刚刚不是用外省腔讲要讲广东话？哎，太好了。肉汁很多的那种，嗯，而且是我吃到火烧之后，那里面一层是有一点焦焦脆脆的，嗯，多了一个香气，还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越咀嚼越有它的香气会跑出来。中间那一层很嫩哎，嗯，但是还有点紧致的那种香味。对，那这个蜜汁就只是外面那一表层而已，不是说整块都蜜，嗯，表面的炙烧的那个香味就只留在表面，它里面完全是肉的那个甜味，对，肉的甜味，好吃哎，很好吃，嗯，这蛮特别的，甜点哦，哦，还有甜点，是奶盖想阿华田西多士，你刚刚是有想要假装自己是店员，这么可爱的店员。可以去扫厕所，谢谢。哎呀，好好吃啊！芝士是起司的意思吗？对对对对，芝士是。而且他们其实真的很爱用阿华田做各个口味的东西耶。对，因为他们比较洋派。西多士，西多士来喽！超强。嗯，第一名，抱歉。我跟你讲，你看它酱加那么多，你会觉得吃下去肯定都是阿华田那种巧克力味，或者是它上面的那个奶盖的牛奶味。一冲进嘴巴的时候是蛋的香气，而且它的蛋是那种炸过有点带酥的那种有空气感的一层外皮的蛋皮在外面的感觉，中间是保留有面包自己本身的那一种拉丝的那个弹性，但是它中间又软软的，有点像布丁面包。嗯，那其实是就算吃原味也会超好吃。嗯，有有切切，所以这应该会再带一点咸咸的。对，行吗？嗯，我以为会很甜的那种。嗯，没有哎。当然，外面的那个奶油还有那个阿华田的粉，他们两个加起来很像那个可可加牛奶的那种感觉。嗯，对，但是里面的那个吐司的部分，它真的有蛋香，很明显，很明显，然后也有一个芝士的咸味在里面，所以变得咸甜咸甜，超好吃的，好像是那种欧姆蛋直接炸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种，它直接把蛋本人打在你嘴里，蛋跟奶油，这个难猜，因为我觉得料理我非常喜欢。三开头的有可能吗？可能需要一些等待时间什么的。对，人力不足。来，自己是愿意的，我愿意等。来啊，一二三。哎，差不多。差不多，这一次到底是多少呢？一二三，四点零五毛钱要过。哇塞，好强哦！我挺发财了，我四胜呢。你这一集拿的钱？4000块哎，好多哦，好猛哦。我没有作弊哦，真的没有没有，我没有作弊哦。我是不是应该要作弊了？我有点太糗了。嗨，最后一家，我们要吃炒边鹅肉店。这么奇妙，对啊，桥的旁边有一个肉店哦，好，看一下关键，烧鹅必比登，哦哟，比登推荐薯条，这是什么意思？薯条，鹅肉店会有薯条，
烤品有哪些？来，烧鹅跟鹅掌真的有在厉害，用法式酸酱弄成搭配薯条，法式，法式，因为它的法式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儿子好像有去法国留学过，学到他是有法文的哦。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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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怎么做？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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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文是卷舌，法文是卡丹就对了。你刚好像唐老一样，拉个拉包，但是那个感觉氛围就是那种一般的路边摊，大是就是正常鹅肉切的肉店，我觉得这就是台式的一种魅力感了。你好，老板，老板，老板娘你好，你好。老板的穿着很法式，对，好像咖啡厅的老板。对对对，阿妈等于第一代，然后传到你手上这样。老板娘，哦，拉包是你。去的，对对对，在法国读书，也是去做学料理吗？学观光跟城市规划，是西南部就很多红酒啊，然后鹅鸭的料理。对对对，哦，而且听说你们那个鹅油想要卖到整个全世界，有自己品牌了是不是？对对对，哇，所以就是结合台式法式。因为鹅油好像据说是比较健康的油，对对，因为它的反式脂肪酸，它完全天然的，对，天然的哦，所以传统的鹅肉再加新的法式的做法，对，就是鹅油去做一个法式的薯条，哦，薯条，哇，好期待哦，对对对对，特别，好好好。薯条用鹅油去炸的，然后旁边配法式的美乃滋，嗯，都是用酒醋一起加下去调的，对，然后鹅油饭，他说鹅油饭是得过冠军的，哦，然后旁边也有点了下水啊，然后鹅米血这样子，嗯，对，然后他这个也很酷啊，他的鹅油，他的鹅葱酥哦，他是用鹅油去爆的，所以完全那个味道就会，他鹅油等于用好用满。当然，用的油全部都是鹅油，对，烧鹅。好，来来来，他刚好用鹅腿，加一点梅酱，酸的梅酱，梅酱，梅子酱，梅子酱。外国观光客的角度感觉怎么样？怎么样？我被他们叫回。泡面的好吃是什么？是谁 ？Sweet bread。肉汁超多，嗯，超级无敌甜，嗯，这不是调味的甜，是这种肉甜的感觉。哦，皮它咬下去就会有一个鹅油的那个香气，嗯，爆炸一样，会散开来，原味就够，很够味。哦，是哦，非常惊艳。嗯，它的皮，它像把整碗那种鹅汤汁锁在里面了。真的假的？而且我刚咬到它的皮，我吓烂哎！咬下去，它只有外面的脆，像薄膜一样，但一咬在里面是炸开的鹅油，真是认真炸开，就是喷汁，像爆浆感。嗯，它完全被在你嘴巴都是水分。哦，那用港式的那种烧鹅，但是你还能够吃到传统鹅肉的那个肉汁的甜味。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它很厉害的地方。它有一个那个鹅油，很正常的咸味。对，那汤汁鹅高汤，鹅高汤的那汤汁，真的直接吃就超级好吃。对，冠军拌好，好，先吧，拌饭。他说要拌一拌。对，我喜欢，虽然我们都喜欢油葱酥，但是它鹅油香，它就多了一种比较舒服，然后再加上它有一点点类似它的高汤的那种咸度，我觉得它有油腻感，它就会一直留着那个鹅油香在你的嘴巴，清爽的，有，而且很够味哦。嘿嘿嘿，没错，就是你，十三玩家的旅宿大神，你投票了吗？免费住宿券、超优质好礼，现在都无聊大放送，只要上时尚玩家旅宿大赏活动官网，为你心中优质旅店投下一票，就有机会把好康带回家。你还在等什么？最大奖就是送你环岛住一年，赶快来参加，来哦！
油葱用鹅油炒，对，让它爆香，嗯，多了一个那个鹅油的香气，是加什么都应该变得超好吃，超好吃，什么面什么对，什么都会超好吃，它会化腐朽为神奇的鹅油，这个好好吃，嗯，好好吃。薯条，薯条吃了吧？来，沾法式的美乃滋，没看过在鹅肉店吃这个吧？跟一般的薯条不一样吗？是新的世界的感觉，它感觉很像是鹅油里面又有一点香料的香气，有点像我们吃什么油封鸭腿，那个有香料的油的感觉。它的这个美乃滋，它真的是酒醋的味道哦，所以它吃起来它就会那个酸度提高之后，你很像也很像在吃那种法式烤马铃薯，有没有加奶油拌在一起的那种？醋，真的醋，超好吃哎。欸，真的是那种类似巴沙米狗醋的那种那种香味，嗯，然后它的薯条啊，它不会有任何那种吸油的那种感觉，对对，它完全不油，对，它非常干爽，外面酥酥的，对，真的是还是觉得荒谬，嗯，就出现这一道，你可以帮我在那边搭几张桌子啊，对，帮我点个灯一下，对，感觉下午都可以来这里喝咖啡配鹅肉，对，就当做是塞纳河畔，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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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来，太强了吧！重点来了，好好吃哦。但因为他有得过必比登，所以他们大家的所有人的期待值都达到最高。这不可能3.9了，不可能4颗星一样。一二三，哦，又来，哎呦，3-4-5，哎，真的被我往高的影响哎。你不是叫我往高的？没有，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还要不要换？要不要换？对，4.6。哎呦，哎呦，来啊，请揭晓。拜托了，我终于的，我每一次都这样子。一二，3.8。怎么可能？老板，老板，他们在干嘛？快点！怎么可能？老板，来来来来，为什么？怎么可能？你被打这个分数的时候。你有难过吗？没有，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在经营这一块。其实妈妈主要是餐厅，我们做酱料。哦，他们说自然就好了。我很生气耶，难过。那就我们慢慢拿这边过来。他们做口碑，不用不用，你们就做你们自己就好。做自己。有时候这种3.多颗星也都很值得大家去吃。没错，因为每一个人心中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对。OK，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拜拜。